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2019年3月16日23点48分，联合报特派记者陈婉晶，日本千叶报。岛王百荣佐根助日本火腿队出战罗德队，边与原队队友重聚，总教练洪一中送上伴手礼。记者陈婉晶，摄影分享不再是原队的大王，王百荣再见老队友还是有聊不完的话题。他昨天随日本火腿队征战千叶海洋球场，不与刚打完交流赛的原队全员碰面。王伯荣打完两打席后退场，上包厢与前队友们聊了半场比赛。他表示，在日本的球场穿上不同的球衣，可以看到这些队友，还蛮开心的。原队此行来到千叶与罗德队进行交流赛，原本预计昨天中午就要搭机返回台湾，后来发现火腿当天在千叶海洋球场与罗德进行热身赛，决定更改行程，调整为晚上八时的班机，趁住离开日本前先在球场与王百荣碰面。王伯荣近期因下半身紧绷休兵，最近一次出赛已是本月六日，至昨天出战罗德前已经连续九天未出赛，昨天以第三棒指定打击重返先发名单，两打席没有安打。他退场休息后即前往原队球员所在的包厢，不与前队友叙旧，一路聊到七局才离开。相隔九天没有出赛，汪百荣透露下半身紧绷问题并不严重，手感可能会有点跑掉，但后面还有六七场比赛可以调整，不用担心。面对日本相较严寒的气候，他也已有适应方式，穿多一点，热身热比较久，让自己的身体可以保持再热的状态。王伯荣对于新球季的一切都跃跃欲试，一定会很期待，因为是不同的环境下打球，对所有事都很期待。不变的是，场边仍有来自台湾球迷的百荣加油呐喊声，他也表达感谢。拉米哥桃园千叶罗德日本火腿王伯荣洪一中，别人叫你买我们就是要送你思琪，因为今天是卢奇基迪啊。分享分享留言列印。